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ไม่ต้องกลัว对，你要叫呀！我赢了，别不赢了。他自己污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污他。OK 今天很开心，可以跟渡边直美一起拍 MV， 真的好开心，我的妈呀！虽然说我今天表现不是很好，我今天是浪你的啦，让我还不一定呢。现实生活中，我可能比你还浪。出壁纸的 MV 拍完收工了，拜拜。OK， come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你去不去山上走走？山上没有啦，主要是想问你，没看到蝴蝶。罗志祥鼓励凯乐向前看，本来就是朋友，和解周扬青。今天算是初期啦，第一次面对媒体，会有点小小紧张。上次已经有一次也是这样，然后就被别人说我打满了那个肉的感觉。罗志祥14号宣布加盟华纳音乐，预告将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。这也是猪羊风波过去2年，罗志祥首度正式接受媒体访问。阿是说啊，象征龙凤呈祥的礼物，小猪当场秀了一把幽默呢。刚刚把那个龙跟鸡肉把它放在后面，什么鸡？凤凰了。我坐在边啊，讲遐久吉祥话，讲半天，你讲那些鸡，有人会在记者会送鸡吗？来 ，finish。我不怕，都不怕。你们要聊一些什么？说朱碧石的签约金是多少？哦，那蛮高的，蛮高的。朱碧石比较高的，但我比较高。他比较高的话，我翻脸。我破亿吗？没有。我今天声音有点沙哑。哎，我声音本来就是沙哑。你要把它摆成我脸的靠山。你可以去那边山上走走。山上那边可以没有。没有啦，主要是想问你，有没看到蝴蝶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往前看，然后就不用去再多提，因为毕竟已经过那么多年了，向前看对人生才是最好的方式。那一开始就有联络。就是透过公司去问候、了解这样。我们是好朋友啊。现在已经变成朋友了。哎，就是朋友。所以是会联络吗？会，会逢年过节啊，或者是互相的问候。那有看电影的吗？还好吧。有没有遇到双面的？以前对你很好的。啊，这个不能去讲人家，因为自己错在先嘛，所以我不会去怪别人怎么去看我这个人。那如果要一样继续当朋友，那我当然就是继续。那如果今天要选择离开，我也不会去勉强。想问一下，华纳会？我都43岁了。那目前感情的状况？工作为重。工作之余，狗狗为重，家人为重。所以现在身边的女性就只有谁？身边女性，妈妈、朋友啊。你不要老讲不可怜好不好？对啊。会不会看到很多？会留在我没出事的时候也没有酸民啊。